现在能听到吧？昨天重新接线，哎呀，这个接线之后有好多小问题，现在是，现在有了是吧？我人声都能听见吧？人声和钢琴都能听见吧？对这个，可能是对，就对某种东西过敏，谁知道怎么回事？好，咱先开始上课啊，终于是进入到高级部分了啊。其实这个高级部分没有什么太难的，好吧？这个高级部分的内容其实很多之前都已经讲过了啊。大家这个，有问题的话啊，这个咱就及时停下来讲啊。好，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课程。高级部分啊，就像我们进阶一样，还是在开始之前简单的来一下这个问与答，就是说，这为什么一首曲子里面有许多的和声手段呢？是不是？咱们以前讲过啊，这个曲子里之所以要有很多的和声手段和升降号，就是为了提高张力，对不对？是吧？咱们讲要创造紧张，有紧张，哎，得到一种期望宣泄和这个恢复平静的这种冲动，哎，当你解决了之后。这个曲子它才好听啊！你必须有一些新鲜的元素和一些制造紧张的一些要素，比如我们之前讲过的和声上的啊，还有这个节奏上的，还有你的这个演奏手法上的，对吧？好，咱们讲制造张力啊，是这个所有和声手段的背后的最大的一个这个目的，对吧？是一个手段。好，咱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很多单独拿出来非常古怪刺耳的音程？它为什么放到乐曲里会好听呢？比如说这个，对不对？你单独拿上去非常难听，但是你放到整个乐曲里面，哎，它就好听。这是为什么？咱们讲啊，古怪刺耳的音程，比如说刚刚这个和弦里面。这个是吗？这里面这些古怪的刺耳的音程，它其实呢就相当于咱们做饭里面那些调味料，哎，比较辛辣的这个调味料啊，你单独把这个调料拿出来吃的话，它就一定是啊，不管什么调料，哎呀，酱油也好，盐也好，辣椒也好，你吃起来都不舒服，哎，但是你把它搭配到食材里面，放到我们的和弦里面，对吧？我们讲这个现代流行音乐里面啊，决定和弦属性的根三七不变，这个根三七啊，就相当于我们一个大的一个食材。比如说刚刚这个和弦啊，这是一个 G 的属七和弦，根三七不变，其他的音作为调料去调节它的色彩。是吧？所以这就是咱们讲这些古怪、很刺耳的音程。哎，你为什么放进乐曲里就好听？因为你啊，一定要放在整个和弦里面看。哎，在三七不变的基础上，加入它的一些这种色彩音。哎，还有比如说这种，你像很不和弦的这个大，叫做减大七和弦。对吧？这里面有两个非常不协和的音程，一个是个大七度，对不对？还有一个什么减三度，是吧？你乍一听这个东西非常的这个重口，但是你如果是放到我们的整个曲子里面，
乍一听它是一个非常不协和的音乐音程，但是呢它实际上在这里呢是作为我们一个D属七和弦，是吧，D属七和弦里面加了很多的调味料，酱酒，哎，你可以把它立成一个降过，对吧，它就比较好听，是吧，对不对，还有这些非常不协和的音，哎，把它，你呢？如果说你单独拿出来，它不好听，把它放在整个的一个大的和声进行里面，把它作为一种调味料，哎，它就会比较好听。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啊，为什么有些色彩音我也能弹出来？但为什么同一个和声我弹出来就很尬，那别人弹的就很洋气？还是我们讲，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叫做和弦的把位，是吧？同样的一群音啊，你排列的方法不一样，它的听感就会不一样，是不是？一般咱们的这个学习者啊，他喜欢按照这个三度叠加的方法往上去叠加这个音，对不对？他这样有时候并不会得到很好的效果。所以呢，咱们这一章的一个重点就是要讲很多进阶的 voicing， 也就是和弦排列，对不对？好，那么开始之前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音乐它听上去不着调？啊，为什么没法用大小调的理论来分析啊？咱们讲啊，就是说传统的这种音乐啊，传统的大小调功能体系啊，它是强调调式中心和调性，哎，强调调式中心和调性，就是要这样一个主从，或者说一个主和次，对吧？就像故事要有主角，要有配角，对不对？还必须要有主线情节，还有支线情节。一旦是用了功能体系的话，你这个音乐呢，听上去就会感觉就是比较像一个。这种逻辑性比较完整啊，比较这种有主题的这种音乐。但是呢，咱们讲哈，现代的音乐它为了追求一些丰富的色彩啊，它使用了很多大小调体系以外的这种元素，对和声进行伪装，所以听上去有很多那种不着调的这种声音。咱们说这个东西就叫做一个 model。什么叫 model 啊？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什么调式音阶，哎。然后呢，咱们这一章会给大家讲到这个调式音阶啊，这个 mode， 这个调式音阶它和这个大小调体系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咱传统的大小调一定要讲一个中心，对不对？咱们如果说还记得初级阶段的内容的话，一定要讲一个属到主。但是咱现代流行音乐里面啊，特别是用这个调式音阶写的东西啊，它不过于的去强调谁是主谁是属。它更重注于色彩，哎，而不是强调中心。一旦这个东西重色彩而不重中心的话，那么给人的感觉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抽象的感觉，对吧？就感觉，哎，这个曲子就像我们讲德彪西的东西一样，还印象派的东西一样，它就会有一种漂浮的感觉。比如说，我现在给大家简单弹一弹啊，用几个调式音阶给大家弹，大家听一听，就会比较像一个现在这种不明觉厉的东西，是吧？刚刚听你会觉得不像咱们
降落啊，你会觉得它不像你听过的大部分曲子，它有一种一直漂浮悬起来的感觉，听不出什么意思，但却又很好听，对吧？这就是一种对和声色彩的这种隐蔽，还有伪装，对吧？对整个和声色彩使用挂和弦，使用色彩非常模糊的这种和弦，对不对？来隐藏功能，是不是？我们一直讲的就是说，现代流行音乐里面啊，经常是大小调体系和调式音阶体系来进行一种混合，利用调式音阶的元素啊，对这个大小调体系进行一些伪装和隐蔽，这样让你整个的这个色彩充满了一种就是吊人胃口的感觉，就是你听半天心悬在那里，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他最后给你关键键。到最后学吊你半天的胃口，最后给你一个关键性的解决啊，这就是现代流行的这流行的一些和声的特点啊。好，所以呢，咱们的序章里面给大家简单讲讲哈，现代音乐的和声手法，咱们大致可以归结为是什么？有两类，第一类是提高张力，是提高你的紧张度，对吧？提高紧张度就是我们用大量的这种。对不对？这种非常非常紧张的这种感觉，制造紧张，给你进行，让你想要去解决，这是第一大类手段。第二大类手段就是说什么，话不说明白，对和弦进行隐蔽伪装，来阻碍拖延功能的进行。所以说两大方法啊，一个是让这个紧张度提高，比如说这种非常混乱的感觉，让你觉得想要恢复秩序，对不对？想要恢复秩序，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各种漂浮的，让你找不到北的感觉，最后你想让它，我想降落，我要想把它降落下来，明白了吧？这就是咱们讲，高级部分的内容，就是围绕着这两个方面来讲的啊。第一个就是怎么提高张力，第二个就是怎么对和弦进行隐蔽伪装，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好，具体的方法怎么讲啊？用比较。咱们讲啊，刚刚我们讲，这是一个是提高张力，一个是进行伪装。具体来讲，第一个是临时的离调，就比如说临时的二五一，这是给大家一直讲的，临时的四五一，这是一种古典里面比较常用的引入调式外的这种什么临时色彩音的方法，比如说什么，咱一直讲的雪之华。这就出现了 A，叫什么？这叫做临时离调，进入了 A 小调了。看到了吧？这是一个，这就是我们这第一个手段，就是使用一些临时的离调方法。刚刚呢，其实就是使用了一个 B 的大致的方向，是一个 B 属七和弦到 EM 的这么一个进行。简单的说呢，这就是临时离调。从我们的 C 大调里面临时移动到了我们的 E 小调里面，我们的 E 小调是怎么构成的？接下来就是说什么？下一个刚刚的和弦就是 A7 到 DM。下面就是一个什么 BM7 B minor 哒哒啦哒 A 小调的一个什么 A 旋律小调的一个251，对吧？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方法啊。我们一会儿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课程会给大家每一个例子来具体的讲，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手段，叫做使用临时的离调法来制造一些原曲的调式里面没有的这种色彩音啊，就是刚刚这个。是不是你会发现原先的 C 大调里面跟哪来的这几个音？这就是你看我们的一个 C 大调的曲子，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给你离调，离到别的调上去了，给你绕了一大圈子，伪装了一大圈子，然后回到了 A 小调，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啦啦。好，我们看一下微信啊。怎么样？大家到这个地方
咱们临时离调的这个方法啊，就属于第一类的这个方法，提高和声的张力，对不对？因为你看刚刚这几个进行啊，其实还是围绕大小调的体系来进行的。像刚刚雪之华这里面，这是不是E小调的舞蹈一样啊？大家给我在这个微信或者说在这个咱们的课程讨论群里面写一下E小调的构成音，哪几个音啊？想一想。来写一写看，哎，怎么改没有人了呢？大家都在听吗？发语音也行，怎么导也行，都可以。升 F 啊，是一个 F sharp。很好，很好，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就是，其实就是以 C 大调的。啊，我们讲 C 大调的三级和弦是一个什么？大家告诉我，在微信群里或者讨论区里面打一下，C 大调的三级和弦是一个什么？对，E minor。在刚刚的这个例子里啊，实际上就是以 E minor 作为了一个调式的临时中心，引入了它的一个什么属和弦，对不对？是吧？然后同样的道理，就是在我们的下面这里，对不对？就是以二级大调的二级和弦作为中心，引入了一个五级，哎，是不是？这就是叫一个简单的临时离调，啊，就是利用了一个是以调式里的某一级和弦作为临时的中心，引入它的五级，这就构成了一个临时的离调，对吧？是吧？好，第二个手段叫做什么？同主音调互相交替，这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讲的同主音调式相互交替啊，比如说 C 大调和 C 自然小调和 C 和声小调，哎，甚至啊还有一些其他的 C 的同主音调，比如说 C leading，哎，还有一些什么？哎，这个叫做这个是实际上叫做一个和声小调的第三模式啊，这叫一个同主音调相互交替。好，第三呢是使用替代和弦，在和弦大体功能不变的情况下，改变和声色彩与听感。哎，这都是实际上我们下一步要讲的每一个章节啊。然后第四个方法是使用不同的 voicing，使和弦呈现不同的听感。哎，我们讲啊，这个和弦你这个排列方法不一样，它给人的感觉很不一样。是吧？好，最后是使用调式音阶来拓展和弦与旋律色彩，这都属于高级部分啊。今天这是咱们后面几个章节继续要讲的东西，咱们今天先不展开，咱今天先开始啊，讲我们的同主音大小调交替。好，咱们今天先来看一下啊，我们首先复习一下大小调和声体系的功能，对吧？我们在这个基础课的部分让大家去背过大调、小调、和声小调和旋律小调每一级的这种和弦，对不对？我们在这里简单的过一下啊，大小调和声体系的核心是什么？是功能，对不对？我们讲过有三个啊，我们讲啊，大家如果还能记起来的话，我们讲就是一个调式，一个七声调式，最主要的几个音是什么？主音、下属、属音，还有一个导音，对不对？啊，我们讲下属音、导音和属音，就决定了我们的一级的中心地位，对不对？是不是？哎，不管是自然大调、和声小调还是旋律小调，它每一级，它都是这三个音是最，这三个功能是最重要的，是吧？下属、属和主。哎，而且呢，对于我们的自然大调、旋律小调、和声小调，它必须有个导音，是吧？大家还有印象吧？我们当时讲过啊，1、4、5、7决定了调式的主音，其他的音是只改变什么调式的什么？大家回答我，哎，在微信里或者在这个里面回答我。对，其他的音是只什么？只影响色彩，绝对不会影响一级的中心地位啊！不是说绝对啊，就是不会影响一级的中心地位。所以这就是啊，就造成了我们就是说什么，我们的二级、三级。
还有六级，你的色彩音实际上可以随意变化的，对不对？同样啊，大家一看啊，对于我们的自然大调也是这样，是吧？自然大调、自然小调，只不过自然小调是没有这个下属音，没有这个导音，所以它的中心地位不是很强。所以呢，基于这个理论呢，就是同主音的什么呀？C 大调、C 小调，哎，小调分为哪三个？自然、和声，还有我们的旋律。这几个调式之间是可以来回的切换的，这就叫做一个互相借用，或者用一个比较时髦的说法，就可以叫做 modal exchange，就是说 C 大调可以和小调来回的交替，可以它来回的交替。哎，我们再往下扩展的话，你包括这个 leading，哎，也可以这个来互相交替，只要是。一会儿再给大家讲哈，我们先从大小调的互相交替来一个讲。所以基于这个理论来讲啊。我们就讲，哎，大调和小调它是可以互相交替的。好，我们接着再来复习一下啊。我们的和弦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叫什么主功能、属功能和下属功能，这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古典来说的，对吧？这个1457级它的这个功能是比较明确的，是不是？一级是什么主功能，四级下属，五级属，然后呢，七是一个导功能，然后其他的复和弦。哎，其他的这个复和弦呢，就要视你这个在和弦进行中的这个地位。它通常具有两个功能，是吧？咱们当时详细的分析过，对吧？你像比如说二级有什么样的功能？二级是倾向于下属功能，对不对？三级啊是有主功能，还有一些属功能在里面，对不对？啊，就要看它包含了哪一些音。哎，这个都是我们以前讲过的，在这里就不来讲了哈。好，我们来要讲啊，这三个和弦里面，今天这一个重点就是最具有和声改造空间的。是属七和弦，哎，相比于我们的主功能、主和弦、下属和弦，啊，我们的这个属和弦是具有最大的这种什么呀？最大的这种改造功能的，因为我们讲这个属和弦，它的目的就是制造一个什么？制造一个紧张，或者说制造一个张力，是不是？对吧？它的这个色彩，我们说属和弦里面，它这个紧张来自于什么呀？大家还有印象吧？就是因为它有一个三全音呀、啊，是不是？每一个属和弦里面，对，有一个三全音，tritone 啊，Jennifer 说的非常好。这个三全音，三全音是一个极其刺耳的音程，非常强的张力。对吧？我们讲的这个，实际上这个属七和弦里面的这个两个音，就是由什么来构成的？是由下属音和导音来构成的这么一个三全音，对不对？所以说呢，属和弦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制造一种不协和的关系，让你迅速的去给你解决掉，哎，对不对？所以。属和弦越是啊，写错字了啊，越是紧张，越是不稳定，它解决以后的宣泄感就越强，对不对？你如果单纯的一个，哎，你给人感觉是不是这个没有什么色彩音？这我们讲这个，这叫做一个自然音阶，一个自然大调里面的音符构成。如果你的这个，我们讲，如果你的一个属和弦啊。所有的音都来自于自然音阶啊，比如说对于 C 大调来讲，自然音阶就是七个白键。如果你的属和弦来的所有的构成音都来自于我们的这个自然音阶，它的这个张力实际上是有限的。但如果你加上一个什么，对不对？啊，还有比如说。这个啊，你看，同样是一个五级到一级的这个什么进行，这是我们的自然音阶。哎，你加入很多冲突的音程，你看，属和弦里面出现了一个什么？大家告诉我，这是一个什么音程？
来，这是一个什么音响啊？对，大七，对不对？这里面就出现了非常紧张的音程。哎，而且你会发现啊，这个和弦里面，这是一个，其实这是一个属七升九。你会发现这里面，这个解决就给你感觉比较，对不对？你像刚刚我弹的这串组合里面有什么音？你看，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紧张的音程啊！这个是个什么和弦？实际上这是一个 G 的属七和弦，加了一个大九，然后改变它的排列。哎，这么一个一串音的这种组合，非常的不稳定，这一把它可以看成一个叫做什么不完整和弦。是不是给人感觉，哎呀，太不舒服了，我要赶快解决。哎，这下就是不是就感觉很好？感觉就是色彩比较丰富，对不对？所以我们讲这个属和弦是最适合进行魔改的和弦啊，没有之一，对不对？从不同的角度你看待这个和声张力啊，它有不同的解读方法。哎，咱们讲，其实你刚刚的这种弹的，我这些弹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它有很多的解读方法。但是呢，对于大家目前来讲，你用大小调的体系去解读它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是不是？因为大小调体系呢是一个发展的比较全面的体系，对不对？咱们功能体系在这个前面讲过了，在这就不赘述了，是吧？好，咱们再复习一下，就是咱们的这个主功能，咱们的这个和声有一套进行公式，是吧？分别叫做一个正格进行，还叫一个这个叫什么变格，对不对？咱们讲啊，这个和声进行的一个公式分别是一个半终止式，半终止式就是由稳定到紧张的这么一个过程，是吧？通常是用主和弦到属和弦，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一个终止式，终止式正好就是反过来，就是由紧张回到稳定，对不对？这个呢就叫做一个终止式，哎，是由我们的属功能到主功能，对不对？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进行方式啊，比如说这个变格进行，变格进行就是啊下属到主，对不对？啊，或者是一个属下属到主，比如说什么，哎，这就叫做一个叫什么复式变格终止啊，变格终止就是说你的这个终止式呢不一定是五级到一级，也有可能是四级到一级，也有可能是什么五级四级再到一级，这就构成了一些我们的和声的基本公式。有了这个功能之后啊，我们把不同的这个功能组的和弦赋予不同的色彩，你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哎，就是我们今天主题，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什么让人意想不到的进行。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就是只学传统乐理的角度的话，你肯定想啊，下属属主，那肯定啊，我现在弹的自然大调，那我的下属和属和主，我的色彩都来自于自然大调啊。那么如果我弹的和声小调，那么我现在的色彩一定就是来自于，全是来自于和声小调，是吧？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啊，在现实当中，我们今天讲的叫做一个什么调式之间的互相借用，或者是 modal exchange。你的下属功能的组的和弦，它不一定就是大调的色彩啊，不一定就是大调的色彩，它也有可能是什么和声小调的色彩，也有可能是自然小调的色彩。因为我们讲过，你的一什么，只要你的一四五七级不变，其他的色彩变了都无所谓，是不是？可以，你可以把它们俩互相平行，哎，或者说同主音其他调式的大调、小调，哎，还有这个什么旋律小调，把它们的这个色彩借过来用，来回的借过来用，哎，就会产生一种非常让人意想不到的色彩，对不对？好，
所以呢，咱们的这个目的啊，其实就是为了让人引人入胜啊，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因为你用自然大调也好，或者你用和声小调也好，你如果就在一个调式的框架内来做的话，你的和声进行很容易就被人猜到了啊。就算是没有受过音乐训练的人，他也能凭感觉猜到你下一个出什么和弦。他虽然说不出来，但是他能感觉啊，果然不出所料。咱搞流行的很多时候就是要打破这种可期待性，对吧？啊，所以呢，咱们重点啊，就像你拍电影一样啊，你不要拍那种低幼电影啊，就是坏人长了一副坏人的脸，做着坏人的事情，然后被好人打败，这非常的无聊的，对吧？你看，就是说什么，好人具备了一些缺点，或者说反面角色具备了一些闪光点，你的这个音乐才会变得生动有趣啊。你比如说李云龙是吧？这个李云龙正面角色是吧，身上一堆缺点，但大家就觉得他这个人很生动是吧？你像这个，同样还是《亮剑》里面的那个演鬼子的那个谁来？这个三木还是什么那个特种部队的？他就坏的这个那个样子，但是你会他身上也有一定的闪光点啊，就是作为职业军人的这个，所以你就觉得，哎，他比较有趣是吧？看上去比那种。这种什么那种抗日神剧的要好看多了，是不是？好，所以我们讲以功能为中心，使用大量的离调借用手法，并且结合我们的和声把位，对原本简单明了一条直线上的和声功能解决进行一些阻挠、伪装、隐蔽、拖延，便是我们现代流行音乐的一个核心手法，对吧？你像正常的，我们讲啊，这个自学乐理的朋友，他对他理解，我写的和声进行就是一个一、六、四、五，对不对？那对于我们不走寻常路，哎，首先我们要对它进行阻挠，怎么阻挠呢？比如说进行到四级的时候，我们怎么阻挠它？大家想想，大家谁来告诉我怎么来阻挠进行到四级？我要六级到进行四到四级的时候怎么阻挠啊？大家有发。根据已学的东西，大家可以告诉我们怎么阻挠？对，没错。哎呀，这个 Jennifer 回答的非常好。那具体告诉我怎么阻挠啊？比如说，我可以在进行到四之前，怎么去阻碍它？哎，比如说我们是 C 调吧，一六四五，一六四五。大家告诉我，在进行到 F 的时候，可以怎么样的再进行阻挠它？对，可以加一个 C 七，但是你这个阻挠的这个力度还不大够，哎，那还可以怎么样？来、哎，你就都出五级和弦了啊，都出五一了，那你不再加一个那个什么能行吗？哎，二五一没错。那么 F 的二级是什么？对于 F 来讲，哎，我看到有人说了啊，GM，对对对，好。那就是一个 GM minus seven，所以我们的和声进行进行阻挠之后就变成了什么？你看这是不是非常形象？你本来应该一条直线过去，现在把这条直线打断，哎，阻挠了一下。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对吧？我们原先是一条直线的进行，你现在把它打断，然后阻挠它一下。是不是？啊，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对我们的和声进行阻挠。好，再有一个什么方法啊？大家接着就是我们可以也讲一个方法，接着就是我们就要讲的借用。大家告诉我，C 自然小调它的六级和弦是个什么？现在是我们 C 自然大调。如果是我们的什么 C 自然小调，它的六级和弦应该是什么？嗯，来，大家告诉我一下，这是让大家背每一级和弦的色彩。对，叫做 A，no，错了，不是 minor，是 major，降 A 大，没错。好，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把六级色彩突然给你来个出其不意，变成一个降六的 major，降六的 major 来自哪里呀？对不对？大家听一下。对不对？
那么如果我们再继续的借用的话，我们想想，如果说是我们的这个小调的，它的这个四级应该是什么色彩？它的四级应该是什么？哎，它的四级就变成了一个 F minor， 是不是？同样一个 Z1645， 你经过调式的借用之后，你看它就变成了一个什么？那你现在 F minor 都出来了啊！我们如果把这个 F minor 作为一个二级和弦的话，如果把它作为一个二级和弦的话，大家现在告诉我，它如果把 F minor 作为一个二级和弦，它的251可以变成什么？来想想 ，F 作为二级的话，它的一级是什么？来，根据我们的相对音程去算 ，F 作为二级的话，它的一级是什么？对，是一个什么 E flat。 好，那么现在你要如果做把它作为二级的话，那么 E flat 它的五级是什么？对，是吧，就是一个 B flat， 什么 B flat dominant 7， 对不对？你听这个和声进行是不是就被阻挠伪装隐蔽给拖延了。当然是咱这个只是举了个例子啊，现实当中你一定要去设计啊，你这么如果说是只是为了这个阻挠而阻挠去写的话，你这个东西可能这个处理起来也不是很好处理，对不对？所以大家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讲的进行阻挠伪装啊。那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重点啊，就是和弦功能引发的借用，是吧？到现在，可以一直用 major 和声往下，可以。可以这么去用。好，这个用法实际上就是借用了一个什么，咱们一会儿就知道了，就是借用了一个借用了我们 C 小调的这个什么，对不对？我们知道 C 小调的这个自然小调的六级和七级，它就是一个什么，对吧？ C 小调的六级七级和一级就是一个降 A 大和弦，降 B 大和弦，到一个 C 的小和弦，所以刚刚这个进行呢，其实就是一个自然大调的一级，然后呢，什么进行到我们的借用呢？但是这个地方啊，如果是你这个地方。如果是使用了一个A natural 的话，这就不是一个这你这时候就借用的不是小调的，这就是借用了一个多利亚。这个就有点跑题了啊，咱先把这个讲完。好，所以呢，根据功能的学说里，对吧，咱们的调式里出现的自然大调、和声小调、旋律小调啊，当然说在这个中文这个乐理里面还有比较有争议的和声大调、旋律小调啊，旋律大调说白了实际上就是啊，这两个调式你说它存在它也可以存在，它实际上就是
为了改变大调里面的色彩啊，咱们讲大调是个完美的东西，是吧？是你不需要任何变化音就能产生什么主音、下属属音、导音。哎，正是因为它太过于完美了，所以它的声音听上去比较的这个什么，这个乏味，对不对？所以呢，有这个学派认为大调不需要进行色彩变化，但是呢，你从色彩的角度上讲呢，大调它又需要色彩变化。如果你不给大调有色彩变化的话，它就非常听上去非常乏味，是吧？好，咱们来看啊。最容易理解的是和声小调，对吧？和声小调，我们讲为什么会出现和声小调啊？就是因为自然小调缺乏导音，无法生成三全音这种不协和的属七和弦，对吧？是不是？所以为了让它出这个一级的地位明显确立下来，所以才需要把七级提高一个半音，才会出现一个叫什么和声小调。所以呢？根据这一理论，我们看一下同一主音的什么大小调，它每一级的和弦的功能都是相同的，是不是？对吧？一级是什么主功能，二级是一个下属，是吧？三级是一个副和弦，对吧？四级下属，五级属，你看它每一级的功能都是相同的，所以基于这个原理啊，我们讲只要你的一级、四级、五级还有七级这个音不变，那你其他的音。它的色彩都是可以进行变化的，对不对？所以才有了这个基于两个调式，每一级的和弦功能完全一样，只有色彩不同。所以呢，我们讲大调和小调啊，它才可以互相的去交替。所以呢，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的这个自然大调和小调借用之后，它就组成了一种混合体，就成有了一种非常新颖的效果。比如说，我们看啊，我们的借用后的这个感觉，大家听一下，正常的自然大调，哎，我们借用了这个什么，哎，这是借用了我们的这个什么大调，借用了 C 小调之后，构成了一个混合体。它最大的不同就是说什么？你看它原先啊四级的下属和弦，我们大调的四级下属和弦本来应该是一个大的色彩，对不对？进行借用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小的色彩，对吧？这是我们讲套路的时候讲过的。哎，你这么，哎，你如果用大调弹，这个忧伤的感觉就没有了。但是你借用了。大调借用了小调的四级之后，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的六级，对不对？六级原先大调的六级是一个小和弦，然后经过借用了之后，就变成了一个降六级的一个什么 major。它的色彩也发生了变化，正好就发生了反转，对不对？大调的四级本来是一个大和弦，现在变成了一个什么？小和弦。大调的六级本来是一个小和弦，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什么？哎，你看，比如说我们正常如果。我们使用一个变格终止啊，就是一级到四级。大家对于大调的话，那么我们 occasionally 偶尔的借用了我们的小调，这是跑到借用了自然小调的 G，是吧？哎，你看这个感觉是不是它就不一样了，是吧？啊，当然说这个七级也是啊。我们讲这我们的大调的七级，正常来讲它是一个 B 的半减七和弦，或者说一个减三和弦，对不对？你借用了自然小调之后，它的变成了一个降 B 的什么 major？哎，实际上这个调式借用啊，对，实际上这个咱们讲调式借用，或者说这种 modal exchange 呢，就是把原有调式上的这个和弦色彩发生了改变啊，
大的变小的，小的变大的，不稳定的变成稳定的。哎，你看大家这个说法是不是比较有道理啊？是不是？原先大调的七级的话，你这么去弹，它是一个很不稳定的一个导和弦，对吧？借用了自然小调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哎，就变成了一个大和弦，对不对？同样的啊，我们刚刚讲过，是不是还可以借用调式音阶啊？啊，在这里给大家稍微的超纲一下啊，其实也不是超纲，就是给大家打个预防针。有朋友知道什么叫 Lydia 的吗？有朋友知道什么叫 Lydia 调式的吗？对，Lydia 就是有一个升四，哎，这个升四呢，实际上这个 Lydia 它又被这称作一个大调的第四模式。啊，那如果是 C Lydia 的话，大家告诉我它是哪一个大调的第四模式啊？哪个大调的第四模式？G。好，所以如果它的构成音的话，就应该是什么？G 大调从 C 上开始，哒对不对？升 F，对不对？那你看，这实际上我们的 C 大调就有了另外的一个可以借用的方法，就叫做一个 C leading。哎，是不是？当然说这个 C 大调和 C leading，它这个借用啊，这个借用它就不，它和功能体系的这个关系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 leading 它不讲你这个中心的地位，你的 C 它的中心地位其实不是很稳定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看啊，我们的 C leading 和 C 大调实际上叫做一个近关系调，是不是？什么叫近关系调？只有一个构成音不同。所以说呢，大调很容易就跑到了我们的这个什么 leading 上。好，大家看一下 leading 和 C 大调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大家看看是什么？对，因为它的四级变化，所以 leading 的二级和弦就由原先的 DM 变成了一个 D 什么 major，是不是？这不是我们刚刚讲的吗？实际上，有时候借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把原有调式上的某一级和弦的色彩发生改变。四级，哎，其实你听我讲啊，其实借用调式音阶就是为了一个取长补短啊。什么叫取长补短？你像原先的二级，大调的二级是一个小和弦，你借用了 Lydia 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大和弦，对吧？什么叫扬长避短呢？哎，你原先四级是一个大调的四级，这个什么，是一个 F major，这时候你就不能用 Lydia。哎，你用了 Lydia 之后，它就由一个稳定的和弦变成了一个不稳定的减三和弦。所以有时候呢，这个调式音阶的这种使用啊，它其实就是为了让原有的和弦当中某一级这个不稳定的和弦变成稳定的和弦，这样它就由不可用变成了可用。对不对？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Lydia 一般不大用这个什么？Lydia 一般不大用它的这个四级和弦，因为你用了四级和弦，这就变成了一个减三和弦。变成减三和弦，它的导的属性就太明显了，你一下就不是 C leading 了，它就突然就从 C leading 变成了什么？变成了 G。对，这是其中的一个方法啊。咱们讲在流行里面啊，它的更倾向于使用稳定的和弦啊，因为听流行的人呢比较期待这种，它的这个口味没那么重，哎，所以这个其中的一大这个 approach 一个方法呢，就是借用调式音阶的元素，改变原有调式每一级和弦的色彩，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说什么，使某一级原先不可用的和弦变得可用。对不对？你看，你如果正常的这个 C 大调或者 Ionian 的话，它的七级是一个减，哎，不大好用，对吧？就变成一个，你要直接这么用，就变成一个 Locrian 了，是吧？你把它降低一个半音，哎，它就是借用了一个什么？借用了一个我们的同主音的啊，你叫它自然小调也好，你叫它这个 Mixolydian 也好，哎，都是借用某一级可用的和弦，六级也是。
是吧？你看，如果你借用了同主音自然小调的六级，它的色彩就变成了一个由大变成了小，而且出现了两个不色彩音。我们讲过，你看你的一四这几个音你不要变，是吧？临时的变化其他的色彩音不会影响你调式的中心性，哎，只会是让它的色彩发生变化，或者说是让你的这个调式这个和弦的这个离心力变强了，你甩出去的这个离心力强了，这样你回来的时候一把拽回来的时候才让人感觉意想不到啊，就像坐过山车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大家看这个 leading， 哎，就是这么用法。比如说咱们这个曲子啊，你看流行里面怎么用，对吧？这是这个叫做你的背包，是不是？这就是一个 C 大调借用了同主音的 C leading 的二级和弦。回到四级。那很多传统乐理里面会把这个和弦把它解释成一个属七，叫重属和弦。实际上在这里呢，这个和弦不能叫重属和弦。如果说你把它命名为重属和弦的话，它的下一个目标和弦应该是什么？大家告诉我。对，如果你的和弦下一步进行到了 G，那你可以说现在这个和弦是一个什么，是叫做一个重属和弦，但是它不是这样的。它是使用了 leading 的这个音，哎，它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第一是改变二级的色彩，第二呢是什么，制造一个半音的色彩化进行，对吧？听一听，还有这个像这个比较著名的这个 Bossa 啊，《Girl from Ipanema》，啊，我看看，嗯。这个地方 Girl from Ipanema 也是使用了调式音阶，它使用了一个第二个和弦，使用了一个，对不对？我记得很多的这个 Bossa 里面喜欢用这种这个，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刚刚的这个，你看这个 Bossa 它为什么那么好听啊，那么懒洋洋的，就是它给你一种迷离的感觉，是吧？咱跑个题啊，刚刚这个So Nice， 这是这个比较经典的一个 Bossa 的曲子，它的一个第一个音阶是一个和弦是一个 C major 7，这就是你看，这是不是用了一个 leading 的一个怎么？如果说正常的这个七属七和弦，它应该进行到五级，实际上不是这样。它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色彩化的手段。我们讲调式音阶啊，它不强调这个主功能到属功能的进行，它强调色彩。来，大家告诉我，这是从哪一个地方来的？
看这个和弦从哪来的？这个呢，实际上叫做一个给大家跑题了，叫做一个 Mixolydian Flat Six 啊，这个没给大家讲过啊，这个是调式音阶里面，这是，这叫做一个Mixolydian Flat Six， 这是和声小调里面的一个模式啊，这是和声小调的第五模式，它实际上就是用了一个。回到大调，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降 B 的一个什么降 B 的属九和弦，哎，目前你把它理解成这个降 A 和降 B 是来自于小调的六级七级就可以啊，实际上它不是来自于小调，它叫的来自于一个 Mixolydian。Leading flat six， 这个调式呢是叫做一个和声小调的第五模式啊。我本来想给大家在高级部分展开，但我觉得这个一展开啊，想到明年可能都讲不完和声小调第五模式。哎，好，调式借用。二五一，对吧？当最后回到五 D， 这是 C 调，你看，这就是 C 调，在进行的过程中，哎，给你绕路、迂回、伪装，跑到了各种不同的调式上啊！大家歇口气儿啊，能听明白吧？嗯，能听明白是什么意思吧？啊？非常明白是打个九啊，听不明白，最明白是九，听不明白是零，大家这个给个 rate， 很好理解是吧？后面那个和弦忘了，我得看看 real book。好，我们继续往下讲啊。这个曲子叫做 So Nice， 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 Bossa 的曲子啊。到时候我在这个微信群里面给大家把这个曲子名弄出来啊，特别好听。好，和弦借用，咱就说从感官上制造了让人意想不到的色彩，对不对？你防止了猜得到、预料得到的这种和声进行，是不是？它其实上就是啊，这个。现在再看这段话就非常好理解了，对不对？它实际上就是避免了一种可预料啊。怎么叫可预料？自然大调的三个正三和弦都是大三和弦，那自然小调的三个和弦正三和弦都是小三和弦，哎，太单调了啊，都是一样的色彩。你这种色彩上的一致性啊，带来了单调感，是吧？就是降低了音乐进行的动力，那很容易让人感到乏味无趣。哎，借用这个方法，就是本来你觉得哎理所当然应该出现的和弦，突然发生了一个大反转。是吧，突然把你惊了一下，哎，这是咋回事，好像很新颖，是吧，拉高了听众的期待啊哈。如果我们把同主音大调可借用的小调扩展到和声小调、旋律小调，好，接下来给大家看这个表，我们每一级和弦可用的色彩就更多了，对吧？大家看到了吧，这是我给大家列到的自然小调、自然大调、自然小调、和声小调、爵士旋律小调，也就是上行，对吧，上行旋律小调，每一级的和弦，我们可以看一级、二级，每一级都有了不同的色彩。如果我们把这当做一个调色盘，是吧？我们把它当做一个调色盘，是不是非常形象？是不是？我这个调色盘我怎么来用？哎，比如说我现在就开始给大家从这里面挑一些色彩来进行演奏，大家可以听一听哈。是吧，调到这个色彩，对不对？然后呢，
这个半点七，我就忍不住想这个，弹其他的和弦。所以咱一看，每一和弦你都有了大量的这种可以是吧？可以去这个选择的这种和弦。没错，没什么准备哈，就是给大家举个例子是吧，就是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调色盘去使用的话啊，你这个设计好，哎，你就会发现开拓了一个新天地，是不是啊？哎，好，其实下面的内容啊，就是基本上就没啥了，对吧？这就是咱们在基础部分啊恶补过这个每一级的这个功能，讲掉这个调式里的功能。所以说咱们来看啊，就是如果你要抬杠，就是追问为什么同主音大小调体系具有同样的功能，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是不是？咱们就是讲确定一个中心的方法，其实就是导音到主音，是不是？或者说用属和弦的减五度或者增四度这种三全音解决到主音的大三度或者小三度。所以呢，只要一四五七这四个音，一是不是四五七，只要这几个音不变啊，其他的这些音只会影响色彩，我们都讲过是吧？所以呢，咱们就讲，正是因为这个原理是吧？所以这些二级、三级这些音都能发生变化。你不要小看一个音的变化，一个调式里面只要一个音发生变化，它影响到的和弦就能影响到三个，对不对？是不是？以它作为根音的话，对不对？哎，这是吗？不好意思啊，写错一个哈，对不对？你只要一个音发生变化的话，你的就会影响到很多的音。一个音发生变化，以它作为根音的话，对不对？然后，是不是啊？你如果变化更多的音，你的和弦它发生的这个变化就会更加的这个分支就会更加多。是不是？好，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哈，在爵士当中，大小属和弦的五音啊与根音是成五度的这种协和音程关系，张力不够，所以在我们的实践当中啊，在爵士当中和现代流行音乐，这个五音一般是可以省略的啊。一般弹伴奏的时候，五音是不弹的，因为五音你弹了，实际上会反作用啊。我们之前讲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如果你把这个弦，如果你把五音弹出来的话，你在旋律即兴的时候，一下五音就把两个变化音给拴住了。你一弹了五音的话，你这个五度的变化音或者四度的变化音就要慎用。哎，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在爵士实践当中是可以省略这个五音的。哎，好，所以呢，这个咱们讲，只要你的根三七不变，就不会影响和弦属性或者功能，对吧？所以在这个的基础上，你对不影响和弦属性的二四五六音级进行色彩变化，升高或降低变音，就出现了这种我们刚刚讲的大量的色彩音，是吧？这些色彩音呢，你虽然看上去非常的这种啊随心所欲，但它是有一些这个规则在里面的。这个规则呢，我们会在下一部分，就是讲属和弦的进一步延伸的时候啊，还有这个大气和弦、小气和弦进一步的延伸啊，在讲延伸和变化音的时候会给大家讲啊。我们第一步今天是讲调式借用，在我们下几章的课程，大家还没拿到教材啊，会讲这个叫做和弦的继续延伸。
它的继续延伸，哎，这个继续延伸里面就会讲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样的变化音啊。这个教材应该魏老师很快就会发给大家啊。我们今天就不给大家细讲了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扩展思维，就是说呢，借用我们刚刚讲过了，已经不限于同主音大小调，只要说我们这爵士中只要具有同样的根三七音，只要具有同样的根三七音的调式音阶，相互之间都可以借用。大家你看我们刚刚的这个 leading 对不对？我们讲这个 leading 它为什么可以借用啊？因为 leading 你看和我们的 C 大调具有相同的根三七音。好，在我们的爵士当中啊，就是不光是爵士啊，就是现代音乐啊，不仅限于爵士，只要具有同样的根三七音的调式，都可以互相的拿来借用。作为一个色彩的变化和延伸来讲，比如说小调可以借用同主音的什么多利亚、弗里吉亚啊这种。我们马上就给大家这个展开的讲一下啊。只要具有相同的根三七，哎，只要是你是一个小调的这个调式，哎，只要具有同样的小调，只有根三七音，这种调式之间都可以拿来互相借用，是吧？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例子就是陈奕迅的一个《你的背包》，这个已经讲过了，这是大调借用同主音的 Lydia。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小调，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小调，比如说《琵琶语》，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啊，我们用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这个 A 小调来讲，拉、西、哆、来、咪，发自然小调是什么？嗦、拉，是全是白键。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拉、西、哆、来、咪，升发。大家告诉我，这是一个什么调式？有一个升 F 的这个调式是什么调式啊？如果从那个大小调的体积上讲，哎。先等一下，对，是多利亚啊！大家告诉我，其实怎么去判断？这个就是看出你基本功来了。如果只有一个升 F 的话，五线谱上只有一个升 F 的话，现在它如果是大小调体系来讲的话，是一个什么大调？对，G 大调，看没看见？拉是不是 G 大调的第二模式？所以呢，这就是一个 A 的多利亚。为什么可以互相借用呢？相同的根三七几，是不是？好，我们用 A 给大家弹一下这个什么，这个啊，《琵琶语》，看到了吧？为什么一个小调的曲子里面出现了一个升 F 啊？同主音的 Dorian 啊，Dorian，为什么可以用同主音的 Dorian 啊？因为根据现代音乐的这个理论，Dorian 和这个 Dorian 或者和这个自然小调或者说 Aeolian 来讲啊，它具有相同的根三七结构，它只有一个音不一样，哎，这就叫做一个近关系调，对不对？古典里面叫近关系调，所以可以互相借用。为什么要借用啊？借用了多利亚之后，你的四级和弦就从原先的 D minor 变成了一个 D major，它的色彩就发生了变化，对不对？我们刚刚讲，你这个借用调式的目的是什么？改变某一级和弦的色彩，或者是使原先不可用的和弦变得可用，对不对？如果你只用自然小调去弹的话，太过于黑暗了。对不对？哎，这不就是一个小调的？
自然小调的四五页，讲套路的时候讲过，对吧？那么我们分析这个曲子为什么这么用呢？啊，你这个曲子如果只用自然小调的话，不是不可以，但是就给人一种这个过于怨妇的感觉了，是吧？你像这琵琶语里面，它是忧伤里面带着一点点这种。啊，我突然想起一些高兴的事情，但是呢，快乐啪没有了。是吧？纵然有过快乐和一些美好，但是他们都消失了。好，现在由我们的大调里面由小调变成了，要临时的跑到它的关系大调，看到了吧？就是这个曲子的这个逻辑呢，就是它的主要的这个情绪是一个小调，哎，当然你不能只是小调啊，你还有需要一些色彩上的衬托，哎，为了让人给你制造一种这种女性的那个感觉。哎，然后跑到关系大调上，最后是什么？四五六，是不是？你看这个曲子就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啊，明白，大家明白了吧？好，那当然说啊，还有一些，比如说现在非常这个一些复杂的运用手法，比如说这个玩原神的朋友是吧？这个原神里面那个急如烈火，哎，这个急如烈火呢，其实上就是一个，大家我在 B 站上讲过这个急如烈火，它就是一个调式借用运用到非常高端的这么一个例子。它是急如烈火呢，是使用了中国的五声调式，拉哆瑞咪嗦，这是一个什么？宫商角徵羽，这是用了一个语调。然后呢，拉哆瑞咪嗦，嗦拉西瑞咪，嗦拉西瑞咪，嗦拉嗦拉西。Re Mi， 哎，然后他用了一个什么啊？宫商，这是用了一个宫商，用了一个，这应该一个是个商调还是个什么？不对，不好意思啊，突然有点不大，有点忘了哈。这是用了一个语调，拉到 Re Mi Sa。对吧？你看，这就是我们的中国的这个什么语调，插入了一个多利亚的。自然小调。那这个有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在这个之后我给大家发一下我讲那个急如猛火的这个视频啊，32分钟视频，大家就比较有了解了。好，剩下的十几分钟大家有问题的现在可以开始问，好吧？这个同主音的这个调式的这种互相借用，如果你对这个功能体系有比较了解的话，实际上这个是非常简单的。要听懂接下来的课程要先弄动词，不不不，这个调式音阶呢，其实今天这个我本来不想给大家讲的，只是给大家讲同主音大小调，只是给大家引出来了一下。现在呢，你只要会
是会借用同主音的大小调就可以，哎，自然大调。那你只要会借用同主音的自然小调和和声小调就可以。或者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说，哎，你现在呢，只要记住什么情况，就是大调里面降六级大，降七级大，是怎么来的？就是来自于同主音的，是吗？自然小调的六级、七级，有独立的名称。这个也不是独立的名称，和声小调的各种模式。它是一般是有一个变化音，比如说你像和声小调的五级，它就叫 Mixolydian Flat Six，它是，它实际上还是使用了这个调式音阶的名称，但是它加入了一些描述性的文字啊，比如说加入哪个变化音，对不对？你比如说啊，咱们找自然大调的五级是一个 Mixolydian，然后呢，对于我们的旋律小调呢，对于和声小调呢，它就变成一个刚刚，不好意思啊，不是 Mixolydian 这个 Flat Six。我刚刚讲的有点问题啊，这个它不是不是这个什么，不好意思，它不是这个它不是这个和声小调的第五模式，它是旋律小调的第五模式。等回来，我给大家这个，我给大家写一写吧，就是因为我以前总结过这个东西，其实我不大想给大家讲啊，怕把给大家讲懵了啊。这个和声小调和旋律小调，它都有一些特殊的模式，都有一些特殊的名称。你比如说，旋律小调的这个第七模式，旋律小调的第七模式呢，又叫做这个 superlocarian 啊，然后它的这个第四模式呢，又叫做这个，看看啊。它的第四模式又叫做 leading dominant，它都有自己的名字。为什么上面有个图60页？我看看啊，60页。这个借用哈，这个借用它不是，它是四级借用了，它的前面你还没有开始借用，知道吧？就是说我这儿借一下啊，我为什么叫借啊？我不是永久的变回来，如果我其他的都变回来的话，那就不叫借用了，对不对？之前讲到我记得临时二五一的一，如果是小和弦，二级不应该是用半减七和弦？不一定哈，这可不一定。你如果是二级的话，它有很多种的说法。你二级，你像比如说，如果说是如果你二级是一个半减七和弦的话，那你现在当前就是一个和声小调，对不对？你如果是旋律小调呢？你如果是旋律小调。那不就是一个二级，就是一个小七和弦吗？对啊，是不是？你如果是二级，是一个旋律小调，哎，比如说你举的这个例子是一个 G M 的话，那你想，如果是一个G M，这是有一个 F 的旋律小调的话，它的构成音是什么？对不对？二级这是一个，是不是？这是一个小和弦啊。哎，当然说你把这个二级理解成借用大调的二级也可以啊。这个你从不同的角度上看，它会有不同的说法。
还有啥问题？其实你看哈，其实如果说你借用小调的话，你二级的色彩也会发生变化，还是拿张惠妹那个《听海》啊。你如果说是借用了小调的话，二级的色彩也会变化。二级色彩就从原先的什么小七和弦，变成了一个半减七。七级、六级是借用了小调。哎，这是一个临时的二五一。这就是你刚刚这个 QWQ 朋友说的，是吧？这就是一个二级的小七，五，是吧？属七减九。这实际上这是一个什么？这如果你从这个某些角度上讲，这是叫做一个旋律大调。和弦，好，基本上就是这个借用其实是比较好理解的，只要调式搞得比较清楚啊，同主音的大小调搞清楚，哎，然后改变它的色彩就行。大家只要记住啊，这个，今天的这个重点，同主音调式这个借用怎么去借啊？就是它的一个原理就基于对于大小调来讲，每一级和弦的功能相同；对于调式音阶来讲是。只要具有了同样的根三七音的调式，都可以互相借用。那么这个借用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是啊，在流行里面，对于一般的流行来讲，就是改变某一级和弦的色彩。第一是改变某一级的色彩，第二呢是使原先一些不好用的和弦变得好用，对不对？当然说也可以，这个稍微的这个起飞一点啊，就是一些好用的和弦，你也可以把它变得比较难用。是吧？你看这刚刚这话使用了一个增大七和弦，减和弦是当你需要一些紧张的色彩的时候，这就和大小调体系里面有很大的不同了，是不是？你比如说减大七和弦。对不对？正常的是吗？正常的这个，如果是四级到一级的进行，然后如果你把四级借用了一下，减大七和弦。可以，减和弦可以当成属和弦用，因为它里面有一个什么三全音。减和弦、减七和弦，尤其是减七和弦，这基本上是个万能和弦。减和弦可以当做属和弦用，但是这是只是其中一种用法。到了高级阶段，减和弦不光是可以做属和弦用，它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音阶。哎，这个会给后面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啊，因为，
这个基础不大好，要是听这个的话，很容易就听蒙圈了啊。简和弦是很多时候就是用来制造一些简单的一些紧张的情绪。听到了吧？哎，简和弦。这个增和弦啊，这个增和弦，大家想想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啊？是出现在和声小调的三级，对不对？那你如果把这个和声小调的这个三级作为一个功能和弦去用的话，那比如说，听见了吧？由大七稍微的动一下五度。大七如果变成增大七的话，你的这个曲子立马就又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升 F 和声小调的什么三级，就有了向其他调式进发的这个功能。你把它理解成一个使用一个桥梁和弦向其他和弦进发的这么一个方法啊，那最后这点啊，可能就是严重超纲啊，就是这个增和弦怎么用呢？它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呢是临时的去改变大和弦的色彩，对不对？二是作为一个桥梁和弦，对吧？你这个增大七和弦一出现，它就意味着你现在哪一个调式的这个有增大七啊，就是一个和声小调嘛。如果你的一个大七和弦，就是如果你是出现一个增大七和弦的话，它实际上就是有一个种离调的倾向了，是吧？是不是？你一出现这个增大七，两种方法，一个是对大七的色彩进行一些临时的变化，再一个就是作为一个桥梁和弦。跑到它的这个其他的调上，对吧？当你出现 C 增大七的话，这实际上就是一个 A 小调的三级嘛，A 和声小调的三级。你正常弹一个 C 大七的时候，哎，它有可能是 C 自然大调的一级，也有可能是 G 大调的四级。但是如果你把它一提高一个五级的话，那么它就有可能现在是变成了，就变成了 A 和声小调的三级。哎，来到了 A 小调是吧？Thank you.
陷入了集体沉默嘛，啊。这些替换是自己试的吗？啊，是，这个回这个比较难回答啊。对于我来讲啊，只要你对于我来讲，我现在的这个状况是这样啊，你只要旋律里面不出现这种冲突音啊，我就可以去尝试。比如说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这是一个 G 大调，二五一，哎，看着吧。是吧？这是借用了一个什么？是一个减大七和弦，减大七和弦这个后面会给大家讲。这就是一个二五一，这就是旋律小调的二五一嘛。刚刚是一个临时的五到一，啊，那这是一个动漫的一个曲子里面，它就是借用了一个，是吧？这就是一个什么？这就是一个 melodic minor 了，对不对？这是一个旋律小调的第五模式，对吧？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G，一直在 G 大调里面。借用旋律小调的第五模式。对不对？你如果从调式音阶的角度上讲，就是旋律小调的第五模式。如果是从我们这个什么借用的角度上的话，就是借用了小调里面的降六读音，就构成了咱们这个减大七和弦。好，然后小调的。写一写吧，啊，大家对这个有兴趣吧？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就稍微加点时间，刚刚把这段和声进行写给大家分析一下，有兴趣的打一下一，没兴趣的咱就下课，好吧？好，那给大家简单写写这个和声进行啊，这实际上是一个G 大调的曲子，这是一个过去90年代一个这个一个ACG 啊，GAO 游戏里面改的。哒啦啦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这是 G 调的二五一，这个大家没有什么问题吧？是吧？接下来就进入了我们的什么？哒啦哒，这是四级的下属和弦，哒啦哒，这是一个什么小大七？好，那么这个小大七是怎么来的？它里面有一个降一，降 E 是吧？这个降 E 呢，其实就是来自于一个什么？
我们从这个借用的角度上讲，这个降 E 呢，就是借用了同主音的什么小调的一个六级，因为小调的这个六级是一个什么降啊，对不对？那如果你从调式音阶的角度想讲的话，它就是借用了一个 C 旋律小调。然后它的第五模式，它第五模式叫什么名字我想不起来了，它就是借用了一个同主音 G 大调同主音的这个旋律小调第五模式的音。大家现在明白这个和弦是怎么来的了吧？啊，你从两个角度来考虑、啊、这个降六，如果你从传统的这个角度上讲，可以是临时借用的小调的六级音；如果是从调式音阶的话，它是借用了 C 旋律小调的第五模式。这段没问题了吧？我们可以讲啊，这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四级，是吧？四级下属和弦的一个变和弦。什么意思呢？我们正常来讲，四级应该是一个什么？下属和弦应该是个大七，是不是？我们讲过啊，你改变六级音，并不会改变下属和弦的功能。能听懂吧？听不懂的打零，听懂的打一。没问题，是不是？这就是相当于复，它还是一个复和弦，对吧？它还是一个复和弦，叫做一个，要不然它还是叫做一个下属和弦 ,subdominant。但是呢，因为改变了里面的这个音，它的功能虽然没有变，但是色彩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一个不大常见的一个小大七和弦。好，接着下面是一个和弦是什么呀？哎，这就比较简单了，哒啦哒啦哒啦哒 ，E 七 sus， 哒啦啦哒哒。好，那么这个地方这个和声进行，大家告诉我这是一个什么？哎，能反应过来吧？这是不是二五一啊？这就是刚刚 QWQ 同学问的这个小调的二五一，为什么二级里出现了一个小七和弦？对，这个其实上就是以 G 大调的二级，因为 AM 是不是 G 大调的二级啊？是不是 G 大调的二级？实际上就是对和声的进行，和声功能进行了一下什么阻碍啊？和进行了一些阻碍和一些拖延，现在大家能充分理解这个什么意思了？哒哒哒哒哒哒，二五一。哒，哎，然后呢？你看，连续二五一，是不是？这是不是对于G调来讲，又是G调的二五一？在这里呢，实际上刚刚我的这个 E sus 后面啊，加了一个属七和弦的变化音，这叫做一个 E 七降九，听懂了？色彩。这个也会给大家讲的，这是一个属，这像一个属七降九降十三啊，因为小调的二五一里面，当你使用五的时候啊，一般就要使用降九和降十三，不能使用这个什么，这个不能使用这个大九啊，不能使用大十三，一使用大十三，它进行不到这个一了。
然后进行到四级，下属和弦，哒哒，然后开始反复。好，这个曲子啊，大家一看，它的这个亮点就在于哪儿啊？就是在于中间的这个什么哒啦哒啦哒。我是不是刚刚讲的时候把它讲成一个减大起了？是讲错了啊，这是一个小大起啊，我的错，我的错。好，现在咱们把这个曲子从头看一遍啊，大家应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G 大调二五一。反复，四级下属和弦，四级下属和弦的变和弦，变化音来自于小调的降六级，或者说复杂一点，是来自于什么？是来自于我们C 旋律小调的第五模式。好，接下来连续的二五一，然后二五一在五的时候使用那个降九和降十三的变化音，连续二五一，又是一个暑期降九，回到一级，四级。变革终止，哎，连续的二五一嘛，开始了二五一，明白了吧？明白的扣一，非常明白的扣一，然后这个不明白的扣零，然后呢，半懂半不懂的零点五。哎，是啊是啊，怎么为什么好听呢？就是因为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就是因为它的好听就在于在下属和弦的色彩突然发生了变化，对吧？我们讲这个借用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第一是把某一级色和弦的色彩发生改变，创造一种意想不到的或者转折的情绪。第二就是把原先不可用的和弦变成可用的，或者高级阶段把可用的和弦变成紧张的和弦，把可用的和弦变成不可用的那种紧张感的和弦。暑期降九降十三，暑期降九降十三，对吧？是不是？这地方实际上就是用了一个叫做 leading dominant flat nine。我觉得这个和弦我弹的也挺牛逼的啊。好，布置作业，刚刚这个曲子看到了吧？啊，大家把它移到 C 调上和 F 调上，啊，为啥大就不行？啊，因为你如果说出现降十三的话，它进行到大和弦会非常的突兀，会是要很，你要吃一个暑期降九降十三的话，这个降十三音的话，要解决到这个大和弦上，它这个色彩。反差太大了啊！它这个，因为你看，比如说以 C 大调来讲，你如果说一个暑期降十三的话，它这个降十三音啊，正好是主和弦的三度音。你看，你如果说是使用一个暑期降十三的话，你要进行到一级和弦的话，你的和声进行里面就出现了一个调式里面的小三度，这处理起来就非常难啊。
除非是一些布鲁斯里面的，布鲁斯里面会是把这个音当做一个升九音来解决。哎呦，越讲这个大家越晕哈，就是说大家只要记住啊，降十三这个，如果属和弦里面出现了一个降十三音，它一般是要进行到小和弦的。哎，因为如果属和弦里面出现降十三，这个降十三音碰巧就在调式的三级音上，它就暗示着你这个和弦要进行到一个小和弦，好吧？啊，这个曲子啊，这个布置作业，把它E调上什么 C 调啊，还有这个 F 调上，嗯，我看看啊，如果一上 C 调上的话，就是什么251的话。如果是大十三音的话，那就一定是进行到大和弦，就进行到这个里面比较合适。因为如果大十三，如果是大十三音的话，或者大六音的话，这不正好就是调式里面的一个大三度吗？这就暗示着你这个曲子如果出现了一个大十三或者大六的话，就暗示着下一步进行是到一个大和弦啊。嗯，我说到哪儿了啊？对。一调啊，251，四级要变化了。连续5度进行。对不对？降九降十三，弹的时候一定要去想它的和声进行啊。比如说，对于这个，转到 F 调上，它的251是吗？它的四级是吗？对不对？啊，对，它的四级是一个降 B， 那如果要变成小大气是吗？哎，然后连续的5度进行，哎，小大七，连续5度，萨斯，然后属七降，好吧，非常明显了，是吧？咱们主要还是练的一个借用啊，这个作业。然后呢，如果说是，有精力的朋友还可以再加一个作业啊，加一个作业，加一个什么？使用四级小和弦，大调的和声进行里面使用四级小和弦降六级。使用再一个作业，大家如果是有闲情逸致的话啊，使用四级小和弦降六大和弦和降七大和弦来做旋律即兴，行吧？这个四五一也用啊，只不过是二五一用的更多，因为你这个二五一延伸多了之后，就已经包含了四了。四五一也用啊，尤其是在无弦无根音伴奏的时候，二五一经常就变成了四五一。然后你看我刚弹的这个。这就是一个二五一的无根音形式，它就变成了一个四，然后变成了一个无根音的五，变成了一个三。啊，因为二五一一般它的色彩反差比较大一点嘛。你看，对于大调来讲，二级是一个小七，如果四级的话，大七，它也是一个大。对不对？那如果对于小调的话，它是一个小七，属七，
小七，那这个如果使用二级的话，你用如果是用它的这个二级的话，就变成了个半减七，色彩更紧张。好，今天就到这里，好吧？大家有事在微信群里保持联系啊。这个马上娃娃要睡觉了，好吧？今天的这个课程啊，希望大家都去巩固巩固啊。这个开幕，暴击是吧？这个开篇暴击，大家回去好好的消化消化。咱们下周再见。